九的一对一攻击是八马线里面。哇，这个错的控球，运气有没有机会？先回到场上，这边俊清又再次把球给拦截下来，又有一个起脚的机会。但是刚好有几场关键的比赛，包括还有跟台钢的第三循环的这边对决，这边有两边可以来做进攻。俊清也到中间，但是如果再不多点压上的话。下队要起脚吗？左脚射门啊，但是在门将的攻击，应该说下半场会有两次，所以唐钢铁这边也是包在这个底下。这个球又是机会起脚。在台湾钢铁这边，目前真的是非常的仰赖他们啊。对，所以整体的配合其实还没有达到非常好的效益。左脚。直接起脚，处啊，应该这个张志全裁判来讲的话，应该会认为说这个位置来讲，他是认为说是没有手球的情形。曾经被这个 MLS 的球队选秀给挑中，但最后并没有这个。追平比分1-1啊！哇，这球没给好。对，吴俊清这边想要做一个脚跟传球，结果没有给好。但是这边还好，球还是掌握住，这边做一个传中，前面有机会，这个球出脚。守这一个前场的这一个几点这个球。对，像刚刚马口就是刚扮演这个作用，现在一路做过来，大拦到了，飞起来了，又叫做球。可以想见，当边区在边路已经吸引两到三名防守者，然后呢，他起球的时候，以台电的防线一定优先来抓这个边区，来抓这个 Marco。南钢铁这个进攻哦，在上半场真来势汹汹，前十分钟这个球破平，由队长吴俊清来操刀。被角球啊！
哇，这边投顶。哇，这个球。手肘往上靠啊，所以反倒是台钢的自由球，这个球。